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新加坡旅游视频。今天我们要介绍新加坡的十大旅游景点，让您更好地了解这个美丽的城市。第一个景点是滨海湾金沙酒店，这是一个具有现代感的建筑，充满了艺术氛围和豪华气息。第二个景点是新加坡来佛士坊，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区域，保留了很多传统的建筑和文化。第三个景点是滨海湾花园，这是一个美丽的公园，拥有令人惊叹的景色和设施。第四个景点是新加坡动物园，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，可以近距离观察各种动物，还有许多有趣的活动和表演。第五个景点是新加坡国家博物馆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，展示了新加坡的历史和文化。第六个景点是新加坡钟楼，这是一座建于1939年的历史悠久的建筑，是新加坡的地标之一。第七个景点是新加坡兰花园，这是一个美丽的花园，种植了各种颜色和品种的兰花。第八个景点是牛车水，这是一个热闹的市场区，充满了各种美食和文化体验。第九个景点是圣淘沙岛，这是一个充满度假气息的地方，有许多豪华酒店和设施。第十个景点是新加坡科学中心，这是一个非常有趣和互动性的地方，可以学习各种科学知识和技术。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新加坡十大旅游景点。如果您有兴趣来新加坡旅游，别忘了参观这些美丽的景点。谢谢收看，祝您旅途愉快。